另外，我该我那关心咱台湾家己所制作的江南甘美当地2024年这目标完成下水嘞。啊，这前参谋总长黄曙光来接受访问的时阵讲，伊去完成头一只江南的细部的设计，我那小说有一挂准备到位了，即马当地赶工在做压力准确，应该会够比主本的时间搁提早3个月。共报投入463亿，打造第一只国造江南原型舰，去年底开工。江南是不是会当在2024年如期落水，一直是外界关心的焦点。对这个代志，前参谋总长黄曙光进前讲出详细的进度，已经完成头一只江南细部的设计，装备陆续到位，当地赶工作压力准确，也是划出提早3个月，要走向2023年9月落水的目标。学者分析有两大原因，分别是阻拦进度超过预期，也甲应对中国第三架航空母舰可能在2025年成军。黄上将他可以，就是对于相关的技术的掌握，特别是中国的第三艘航舰，预估会在2025年成军。台湾的国造潜舰如果可以提前的话，对于这种发挥不对称战力，当然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。江南原型舰捏造伫海试也甲测评顺利，有希望伫2024年提出后续8至12架的量产计划分批生产。若是美军示警，将军恐惊2027年攻台。苏志芬认为有指标意义，包括着中共解放军成军100年，到时阵将军兵力刀下搁较完整，会当发动区域战争。南军用无对称作战抗衡，江南伫台海作战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西南空域，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，注意，你已进入我 ADIZ， 影响我非常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也是将军日日早起8:30左右派遣军机进入咱西南空域，将军实施广播赶走。根据军事部的统计，将机这个月已经进入咱空域12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